我说我啦，有缘无分啦。相公，恁有缘无分，恁两个哦，足适配。嘿，俺。我倒是认为讲哦，分析实在久啊，伊拢无或者正式答案。敢是因为安尼，伊就歹势拒绝我，所以分手哦，伊现在因。我想清楚啊，就要离开。 才袂互伊困扰。袂啦，素媛吼，毋是迄种人啦。你甲伊认识遐尔侪年啊，你嘛应该了解伊的做人啊，对无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过来吼，叫素媛甲你当面讲互清楚啦，吼。嘿嘿嘿嘿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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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素媛咱甲叫来吼，啊恁两个当面切切咧，安尼讲互清楚，讲了则就无代志啊啦。唔免啦，阿姨伊丢。 咱哦该劝的嘛劝啊啦，啊因两个人哦该讲的嘛讲啊，啊是无法度，既然要走，就去走。秀琼啊，你是咧讲啥呢啦？你讲这个话，你是爱啥物路走呢啦？啊哪有啥法度啊？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有缘哦就做伙啦，啊若缘尽哦就放下。我再讲，伊甲素媛两个人也毋是囡仔，既然这么固执哦，坚持家己的意见。 啊，咱硬甲叫做伙嘛，毋是办法啦。三毛，你要走哦，我袂甲你留啦。啊，咱这段时间的熟识，我感觉是一个缘分啊。所以吼，我想讲要办一道较青草的来甲你准备，算是阮即挂朋友对你的心意，你一定爱来。 秀琼阿姨，秀琼阿姨，我无想要搬走啦，你紧甲我爸爸讲。对啦，志刚，志宝，你紧甲爸爸讲，莫搬走好无？不用，秀琼，我爸爸。 拢在讲，嗯，也最好，乖，爸爸的话吼，去坐。来，三不落，坐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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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尼恁坐啦吼，我过来传一挂册。三郎啊，你看囡仔吼，拢无想要搬走，你就莫搬啦吼。对啦，亲像阮爸吼，一向咱的逆来顺受，啊，将来慢慢听阮爸讲哦，要离家出走啊。讲啥？对啦，三不落，莫安尼啦吼，啊，做阿拉某吼。 是有缘分啦，啊人古早人嘛咧讲，夫妻是床头拍，床尾和，莫安尼甲人结起啦。嘿啦，三郎啊，虽然讲我无娶某，啊毋过自从当了小青青了吼，我就感觉讲查甫人吼含一个查某人才小意爱吼，毋管当了啥物困难吼，一定爱坚持落。好啦，你莫讲啊，我知影恁好意，只是我甲素媛已经尽啦。嗯。 就是无法度代志，嗯，好啦，大家饮酒啦，今日向大家告别咯，应该欢欢喜才对啊，吼，来，我敬大家，无啦，这几年哦，照顾我，啊，我这个囡仔，多谢你，嗯，三郎啦，莫啉太凶啦，烧酒也袂啉啊，水落啦，主席，阿姨，一杯我敬你，这几年来，你都跟我石头同款。 一路甲支持甲照顾，我伫困境当中，甲这两个囡仔长大汉。啊，选举代志，我是真实的，辜负恁好意。三不落啊，迄选举才是着卖阁讲啊啦，即摆上重要的吼，是你甲素媛啦。是啦，三哥，你既然知影讲你选定代表这个代志是辜负着阮大家对你的好意，那安尼哦，你着卖搬啊。 安尼哦，才袂辜负阮大家对你吼甲素媛的期望啊！系啊系啊系啊！哎呀，莫甲人顾啉酒啦，来来食菜食菜，哈！小平啊，你的个性哦，同咱查甫人同款。虽然我无啥物兄弟姊妹，啊，不过我甲你当作我真是像阮同款。所以平常时哦，感觉你真杂念，也真爱管闲事。不过讲实在。
我咧管遐个代志哦，我感觉真混乱。你要掌握，我一个伙也同款的。来，我敬你。哎呦，卖啉伤凶啊，会酒醉啦。有啊，爸爸，你卖啉遐济啦。对啦，爸爸，卖搁啉啊啦。其实三郎，我认为你上应该感激的人是素月。你家己的心肝内应该比任何人搁较清楚。我当然知影讲，我心肝平，伊对我温情。这几年来，伊安尼甲我照顾，甲我斗相共，嘛照顾这两个囡仔，又亲像哦，连亲生老母共款。伊对这个家付出遐尼济，我也袂感激伊。我本来想讲，这种日子哦，会当过真久真久。想不到，这是阮的缘分，莫不定哦，是我配伊袂得过。不管啦，我照我所话啦，会当早日找到幸福。妈妈，你病啦。素月，妈妈，你病啦。素月，阿乐，来来来，来家姐，好。来家姐，家姐。素月，我祝你很好。感谢你的手，付出的温柔，做一个手，予我闪避所有的忧愁。我会用我的人生，答应你的希望甲要求，予你永远是我上美的新娘。也是你头甲月娘。爸爸，你现在酒，你的心情一定就歹。嗯，对啊，爸爸就来唔歹，爸爸就可能。明仔三个爸爸就要传你，甲母跟哥哥陪你回家，我就唔敢的，我嘛就唔敢的。怎样？真的去生公婆？妈妈，为什么你莫甲三爸爸和好？卡叔讲恁结婚，我嘛会足欢喜的啊！对啊对啊，你跟和好嘛，安尼阮就免走啊。是啊，我甲小妹离开家，我就唔甘的呢。你莫阁问啊，大人的代志。囡仔无法度了解，辛苦。对了。感谢你的手，付出的温柔，多一个手，予我闪避所有的忧愁。好啊。我会用我的人生，答应你的希望甲要求。予你永远是我上美的新娘，愿度的是日头甲月娘。三郎，真实的，你对我的好，一点一滴，我拢记在心肝内，唔捌放袂记哩。其实我嘛唔知影，是安怎我要一直躲起来。想到我的心总是放袂开。多一个查某人，无希望有一个好查某人来照顾伊。啊，不过你怀疑我甲阮结婚的代志，一直让我无法度接受。你敢知影？
这话就受伤的呢。我不知我家己到底是会创啥，敢讲我只是为着家己自尊，甘愿放你走。我说我开嘴甲你闹落来，我到底是创啥？任何苦也甘愿受，无论命运变怎样，我永远放手，不甘予伊为我沾目睭。我会用我的手，为你阻挡无情的风。阿姐啊，好早，阿姐。说阿姐啊，伊拢送餐拢遐去车站的，你真正袂去？三郎，伊真正着安尼走去啊！这八年的感情，都甲今日真正结束了。三郎啊，你若到位，会记打电话给阮哦。我看你一个查甫人带两个囡仔，实在是足袂放心的。听完伊啊，你别烦恼啦。这个囡仔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你放心。这数额嘛真唔是款的，啊，沙布洛今仔日要离开啊，啊，两个人斗阵遐尼久后拢有感情啊，啊，哪会无来甲送？就算讲是厝边头尾啦，要搬厝嘛应该会来收拾一下。啊，因两个人感情遐尼好，后生到这个时阵连惊脚搞都无。无彩三郎哦，你数额是安尼真心真意，真正哦，你迄钱得落个水沟啊，敢惨，迄钱落落后想要搁有声啦，结果呢？你说完了，你无声无息，连一句再见都无要讲。讲到你这个查甫人，未了解查某人的心情啦。我相信说完吼，伊即卖心肝吼是比咱任何一个人搁较艰苦啦。伊惊讲会来送三郎吼，会搁较伤心啦。嗯，啊会伤心哦，就表示吼说完了对三郎也有感情啦。啊，既然有感情啊，搁不来送哦，你说完了是咧想啥？嘿，我是三郎。是讲连秀清嘛，到即阵还袂来啊？都对咩？啊，素我若无来送吼，是讲还阁有一岁。啊，连秀清也无来，啊，但秀清也毋知咧从啥位啊？哎呦，对吼，我头先就走去对啊。系啊。素啊，卡
使你来后悔，想要挽回这段感情，即马气还阁会好。敢讲你甘愿一个人伫咧遮艰苦，你拢歪开嘴甲三郎留来？素媛，爱一个人本来就是需要勇气。假使讲你若真正爱三郎，你就要去争取，不是伫咧遮等人来爱你啊！三郎是一个会当予人挖苦一世人的好达波人。恁两个人经过这么侪年的考验，我想无，是安怎你一直伫咧想撇伊？今仔日会发生这件代志，我认为不是你，也不是三郎的不对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影响上大的是囡仔呢。我感觉你应该好好面对这个问题，莫再去想撇。即摆讲这拢无路用，三郎嘛已经走。袂，只要你有心。做甚物拢袂慢，你敢知影？我无去送三郎，我走来找你，我是希望你会当给家己一次的机会。当初我看到恁两个人这么相爱，所以我愿意成全你，我退出。啊，过这么侪年来。恁拢无好啊，珍惜这份缘分。你敢知啊？这好爱感觉，我当初的成全，我当初的退出，这一切拢是无价值的。小姐，素媛，你若阁继续安尼落去，我讲好清楚。安尼这段感情，这段真爱，就真正的无去啊！素媛，你是我上好的朋友呢。虽然讲有时阵我无了解你心肝内伫咧想啥物，啊，不过我是要甲你讲，幸福是掌握伫咧家己的手内。一段好姻缘，是爱靠咱家己的双手去争取。假使我乃是你，我一定袂让这段真爱，咱对外身躯边走去。你还搁在想什么？敢讲你无清楚你家己心肝内在想的？你的心是爱伊的。紧去啦！紧去啊！